最近有点害怕，我不想看到他们在假装，假装这一切都很正常，然后我就会知道，我自己也在假装我自己很正常。你为什么要拿我的东西？ 我要搬出去住。怎么把人家偷内衣裤的影像档寄给他？你们也太变态了吧！警告他一下就行了。现在连你。 你都还把我丢掉了，我生病让人家瞧不起，都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你不是故意要伤害你，为什么不能原谅我？不想玩了，你爸是什么案、啊、你？你犯法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胆小的人最贱。你这一直说都是我的问题哦。就跟你没有关系，我要怎么原谅你？你们该原谅男人都是一样的，犯错的。你们都要命，你们都要命，你们都要命，我没有命。为什么你们什么事都可以重来？